等你好久了，能跟你聊聊吗？我们没什么可聊的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让他把你吃了吗？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不想谈恋爱。薇薇怎么了？哎，不要你管。别追了，我们去问问令狐冲怎么样。 哎，令狐冲人呢？转个弯就不见了。哎，看那边怎么回事？走去看看。你们干嘛呢？住手！嘿，这是你请来的救兵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不知道现在扫黑除恶啊？小屁孩，你说谁是黑，谁是恶呀？我们之间可是成年人之间正常的交往，知道吗？ 警告你一次，别动我。小屁孩，想英雄救美啊，你也不看你毛长齐没？小朋友，我看看毛齐了吧。哎，你过来！你过来！快！
来，过来，都过来，坐在一起。来，你们两个过来，坐这边。对对对，过来。怎么回事啦？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啊？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哪个学校的？身份证都没带是吧？哪个学校的？哪个学校的？龙湖南高的。啊？龙湖南高的。他们干嘛？没事。身份证都没带是吧？误什么会了？误什么会？这样打架还误会？好了，身份证都没带，来，我们这个重新把它拖到警察站。走，过来，过来，站好了。走，报他。你看你，奶茶也不喝，电影也不看。咱俩难得见一次面，我在家呢。好啊，我有时间。哪个咖啡厅？知道了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你哪有事儿？是啊，我爸说我姑病了，要我陪他去一趟医院。那好吧。对了，还要谢谢你和你爸上次帮我表哥推荐工作的事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和我表哥请你和薇薇吃饭，怎样？把你爸也叫来吧。好啊，但我爸就算了吧，这种事儿对他来说举手之劳。那我先走了，餐厅地址回头发你。拜拜，明天见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薇薇上次给我打电话一直哭，没事吧？哎，微微就是太单纯也太痴情了，还不是因为被你们那个同学令狐冲给拒绝的事。其实男人嘛，千万不要太当回事。我不是说你啊，明天咱俩一起去劝他 ，OK？ 喂，队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幸亏警察查出咱们没有案底，不然我们就要在派出所过夜了。你说那是个什么女人？咱们救她，她却偷偷溜走，都没人给咱们作证，害得咱们周末都不敢回家。哎，咱也不能这么说人家，说不定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。什么难言之隐？我看她就怕担责任。哎，好了，快给人家涂药。哦，人家可是第一次哦，你要温柔一点哦。你别逗我笑啊，药水弄到你眼睛里可别怪我啊。好了。啊。好了，换我了。很痛哎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可别趁机报复我啊！哎，好了，快点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本来就紧张。喂，韩露。喂，宁波马上要举行业余排球大奖赛，冠军奖金10000元。我刚跟队长也说了，小龙，你点子多，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组队参加？必须去啊！可队里只有你和队长练过排球，咱们怎么组队啊？再找几个身体素质好的，士兵突击。好。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心里烦死了。不是，到底令狐冲对你怎么了？他平时挺老实的呀。你记不记得上次我生日聚会结束后，我让他送我到前面路口。令狐哥，我想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不想。
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我不想谈恋爱，至少是现在还不想。现在不想，那以后呢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后来呢？你们有联系吗？后来我每个周末都给他打电话，他最开始还陪我聊聊天，再后来连电话干脆都不接了。令狐冲家里条件不好，周末比较忙，你得多理解他。再说这帅哥有的是，何必一棵树上吊死？那谁来理解我呢？我一个女孩这么主动，他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更过分的是，他昨天，你俩怎么跟小情侣吵架似的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表哥，好帅。多多关照。果然名如其人啊。真的好帅，我叫甜心，不是小宝贝小甜心那个甜心，就是那个。好了，你真啰嗦。今天我表哥请客，你们别客气，随便点。微微，你先来，给你爱吃的。微微，你知道有个表哥有多幸福吗？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呢，表哥就会像男友一样宠着你。是不是啊，表哥？对对对，表哥照顾表妹天经地义。上次甜心哥托叔叔帮表哥推荐工作，他说一定要找个机会亲自感谢一下，所以啊，你俩今天千万别客气，一定要狠宰一下我表哥。哥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哭了半天也不说话，我被拒了都没有你这么夸张好吗？你不懂，你们女生永远都不懂。你劝我的时候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今天这事儿你不许跟任何人说，记住，是任何人。你看着树，这草，为什么全是绿色的呀？宁波，这是国家园林城市啊！我不管，我要去看海，我要去海边，我要去看蓝蓝的大海。疯了！米小龙，别打了，人在这儿呢。你脸怎么了？哎，没事。怎么？你心疼我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和人打架了？先不说这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收起你的好奇心，我来是找你有别的事儿的。什么事儿？队长给我发微信。他说宁波有个业余排球大奖赛，想找人组队去参加，我想拉你一块去，怎么样？好。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你怎么不问问奖金有多少？还有谁去？在哪儿比？有多大把握？来啊，把药吃了。背书那么快，吃药走啊？知道啦。
哎，爸，怎么咱家连一张老妈照片都没有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搬家弄丢了，怎么又问？咱们一共就搬过两次家，第一次从顺德到广州，第二次从广州到宁波。在顺德家里，我就没有见过老妈照片。哥说的没错，爸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呀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干嘛呢？怎么比我还啰嗦？行了行了，看书。听说你们两个前一天打架了，是吗？那不是打架，是见义勇为。哎呀，脸上都挂彩了呢，看起来好疼的样子。啊，小意思小意思。要知道啊，我当时一人打倒了俩。嚯，又有人开始吹牛了哦。啊，当然了，也多亏凯哥出手相助。你俩可真厉害，早上一进学校，很多人在议论呢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听说警察来过咱学校。哦，对对对，听说救的还是个女的，那就是英雄救美喽。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，正不正啊？老师来了。今天啊，我提前过来占用一下大家几分钟的时间，是想给同学们啊总结一下上次的月考。在上次月考中啊，我说了句话，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？你们啊，尽管看，尽管抄，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你们这个班的水平，就看啊，你们全班能不能凑出一份及格的试卷出来。今天啊，我要为我上周说的话向你们道歉，我不该小瞧你们一体班。就是那位坐在角落的令狐冲同学，在这次数学月考中考出了135分的高分，这个成绩啊，就是在重点班，那也是能排到中上的位置。这说明，只要认真学，就一定能取好成绩。你是真人不露相？有信心了。数学那可是一核实力啊！同学们，讲解一下，我们是吃老本试题。哎，吃老本都135分，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呢？你让韩玉文厉害，米小龙英语厉害，令狐冲数学厉害。别提我，我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据我最没出息。虽然见义勇为是好事，但对于在校中学生，在那种寡不敌众的情况下，学校并不鼓励这种冒险行为。万一出了事，谁担责任？怎么向学校交代？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？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最好的做法就是马上报警。明白了？明白了。今天的训练量不大，大家先恢复恢复，下周加量。解散。教练，什么事儿？想跟您商量件事。说吧。下个月宁波举办一个业余排球大奖赛，我们想组织一支队伍去参加。不行。为什么，教练？打排球需要几个人呢？咱们队就你和韩露以前练过排球。怎么比赛？教练，咱们可以挑几个身体素质好的队员。是，我俩可以带他们练。宁波其他队也是业余的。教练，我以前在广州也是排球校队的。除了校运会、世运会，其他比赛一律不许参加。哎，令狐，上个星期五放学的时候，你跟微微怎么回事？哎，永红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李光海的处分撤销了。真的假的？韩露连我们都没说。当然是真的，公告都贴出来了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说
说是韩露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的。不会吧？韩露记忆恢复了？那我们一个宿舍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韩露，啊，知道李冠海的处分撤销了吗？知道啊。是你自己摔下楼的？是啊。你记忆恢复了？恢复了。那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兄弟了。为了给你打抱不平，易元凯都跟李冠海动手了。就是，亏我们还是同桌呢。对啊，你不是说等你记忆恢复，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吗？对不起，凯哥，我记忆恢复以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想赶快把真相告诉学校，不想在同学中传小道消息。他虽然欺负过我，但是那种被冤枉的感觉真的很难受，我不想他也这样。好像是这个道理。韩露，感觉你成熟了好多，你小子终于长大了。可以来领手机了啊！该吃药吃药，该吃鸡吃鸡，啊，热爱和平的去享受和平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不要拿错了啊！那，你的古董，谢谢。喂，老妈。小龙，你已经两个星期没回家了，气也该消了吧？别和你爸赌气了，妈做了好吃的在家等你。我知道了，本来就准备回家的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我回家了，你们谁也不许唠叨我。行了，保证不唠叨你，快回来吧。好。手机没电了，是啊，自动关机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妹是亲生的吧？当然是亲的了。比你小几岁啊？比我小3岁啊。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个阿壮，我突然有点事，先走，你早点回家。哦。阿姨，阿姨，等一下，阿姨，放开我！你要干嘛？阿姨，我和同学上次救了你，能请我喝杯水吗？疼吗？阿姨。你那天为什么要跑掉？我有我的苦衷。我和同学那天为了救您，都受伤了。警察说没有证据，就不能证明我们是见义勇为。我们差点被认为是聚众斗殴。那我改天去派出所给你们作证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自己解决了。受伤倒无所谓，只要不被冤枉就行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没事了我就先走了。白兰阿姨。你是谁？您知道我是谁？我是你儿子的同学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阿姨，您觉着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什么秘密可以守得住吗？咱们就抓紧时间说正事吧。怎么样才能说服牛教练让咱们组队去参加排球赛？阿忠啊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你妈还在的话，你会怎样？批准了，学校批准了，刘教刚告诉我的，批准咱们成立临时排球队了。你胡忠，我叫白楠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